广州有个荔枝湾，而家叫荔湾，老广州人就叫做西关，系咪啊？陈丽玲老师，系啊。俗语有话：有钱有势就住东山，有钱无势就住西关，无钱就无势咧就住河南。南音曲《探五更》嘅主人公何卫群，好可能就是一个西关大少啊！他在嘉庆年间，何卫群仲是年少的时候，就住在广州西关的荔枝湾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认识了穷哥女，叫依仪。依仪就是住在对面珠江河南的芙蓉间。何卫群的老豆当然是反对啦，甚至锁住他在家，不给踏出门口。何卫群就成晚睡不着，挂住依仪，眼光光望住个月光，由一更在那里叹气，叹到五更。你话我话，我第一次爆料嘅啫，就系话何卫群咧八成啊系学咗杜甫写月夜诗嘅手法。点解咁讲咧？佢将自己写成系第二身。杜甫喺安史之乱嘅时候被困长安。他明明挂住在福州的老婆，偏偏他就不写我挂住老婆，写老婆挂住我。他有诗就说：今夜福州月，闺中只独看，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还说那些小孩子不明白妈为什么挂住我，他说老婆怎么挂住他。但你听下何卫群探五更，他就说：怀人对月倚南流，亦都话系依仪挂住佢，唔系话佢挂住依仪。杜甫诗又话：香雾云还湿，清辉玉臂寒。何卫群又话：衣薄难襟花重露，玉楼人怯五更风。两个人都系写怜香惜玉。杜甫话：何时倚虚房，相照泪痕干。话老婆同佢隔地哭诉。何卫群就话：竹起离情泪怎收，话依仪为佢泪千行。两个人的意象是不是一模一样，太相似呢？咁当然大家都知道杜甫梗係好高班好多啦。老师教落写悲景就要壮，写哀景呢就要艳。杜甫嗰句话：香雾云还湿，清辉玉臂寒，就够艳啦，所以是千古的绝句。不过太史公即是太史公何卫群的文辞以例，他俗而不鄙，雅而不僻，他借依仪的口叹尽清流的哀怨，伤心的别离，开唱了《探五更》这个曲式。大家留意《长巷》南音曲词里面，每隔两句就有双句号，这个不是打错字啊，是南音曲式的表现来的。双句号是表示下平声，单句号是表示押韵的押上平声。大家可能留意一下，就会发觉有更多的趣味。我们现在有请李玉华出场，子侯演绎《探五更》。多謝太基師啊！多謝麥國進教授，好詳盡又好精彩嘅介紹啊！咁啊，今晚咧，頭先都講咗有我個老師啦，又有好多曲藝界嘅前輩嚟臨支持我哋啊！請大家幫我再一次俾掌聲，多謝佢哋啊！多謝曬，多謝曬大家。咁啊，而家我哋唱南音。第一首要唱的就是一首子侯的南音，这首是一首南音的经典，子侯歌来讲就是它跟客途秋恨是齐名的，叫做南音双绝，有些书这样写的，就是可知个地位多高呢。我们先唱其一绝，就是这个探五更。
哋玩個八板啦，好嘛？由八板嚟開始，我哋今晚嘅男音嚇。
Now.
我比那个梦啊也
谭五更写意儿的心情写得咁细腻，你话呢个西关大少系咪好痴情啊？